嘿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大家平安。你是不是也很想订阅台北灵粮堂 YouTube 频道，但是不会操作呢？没关系，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操作，怎么订阅咯。如果你使用的是手机，请你打开手机里 YouTube 的 App， 点选右上角您的 Gmail 账号，登录之后呢，你会看见上面有一个放大镜的图示，你点一下，然后打上台北灵粮堂，按下搜寻键，你就会找到我们的频道咯。然后呢，你就会看见到红色的订阅两个字，你就把它按下去，那你就完成订阅咯。还有哦，如果呢你有发现旁边的那一个小铃铛的话呢，你就点下去，然后选择全部，这样你就会收到台北灵粮堂全新的影片通知哦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那么如果你使用的是电脑，麻烦你打开 YouTube 网站，在右上角一样点选登入您的 Gmail 账号，然后请在搜寻栏搜寻台北灵粮堂，那你找到频道以后，也一样按下红色订阅键，加上小铃铛。那么只要我们发布新的影片，您的订阅内容动态消息就会接收到通知咯。让我们一起来订阅吧，哟吼！